我是刚刚六十张的二八一三年啊，二月十九号，登记我是你们，中下巴的哈，不要被卡死。这六十六分，八月十九号，什么？还是 CT 二七三，真气我吹你哦。这六六六 B 可以送了，南边先到南边，拜拜。再见，再见，再见。CT 二七三，真气我吹。你们的蒸汽火车女王，来，哎，猴子哎，跳二零三，五点跳，哎，跳二零三，现在跳二零三吗？有男朋友，有男朋友，平板子，好感动，等一下还送哎，他还送到哪边啊？我记得还一样的，送到哪边？北边吧，他不是，哎，退了，会了，还送到北边去。那我去后面等吗？啊？哦，南边没地方。16:57八月十九号，拜拜。啊，我们刚刚去北边了。耶，我们的黑色电瓶车，然后3038次，彩龙发车就南回香港新左营的区间快车，盈利收入要3分多9元。913区块，电影车。他要去钓鱼。啊，我们的黑色。啊，六阶新送激光哈，辛苦啦，45BPK 10502。12:58八月十九号。今年是666，是那个玉里发车将华东天港台送了，今年度2023年度第三梯次仲夏报道号蒸汽火车女王之旅铁道之旅在台东站今天的行程正式给它结束了。对啊，按我老样子等它入库我再走。好，那时间是我的，12:59，就是要赶快走。哎，有一台蓝牙一流行，他拐这一拐，哎呀，蓝牙在。好玩吗？